1000多年前，有人推断可能是东汉，他是那个墓里面出土的一些个文物，就叫是大家知道的也是文物，他就。增添你路对啊，好，非常感谢。李冠主就招呼我哋啦，同埋都解释咗好多喺文华馆嘅历史，同埋都好郑重多谢张会长不辞劳苦带我哋嚟文华馆，咁咧亦都得到李冠主嘅招呼我哋，亦都解释咗好多嘅事件啊、问题啊，同埋历史俾我哋知道。咁我哋咧就可以能够咧就知道文化馆嘅历史。咁我。